你可认，你认识桃树嘞？桃，再过几年就可以结桃了。掉下去咋弄？桃树这个是？桃树，俺咋不知道？你下去干啥呢？干嘛？人家脏都是泥巴。俺搁这啥？他下去，你不管下去。为啥？平常他下去，你都管下去，对不对？穿菜场的新鞋。哪新鞋？买好久哎，可是已经到。我把你留下来了，留下来之后，然后20年之后再让你看。20年之后，然后再让你看这个视频里边，里边是那地面。那时候肯定会想，那时候衣服好傻呀。20年之后，你俩就结婚了，就有小孩了，就会带着你们家小孩儿子出来玩。以后我就30岁了。对啊，30岁就可以结婚生小孩了。谁的？对吧？那还有什么？你跟他结婚，娶媳妇对不对？娶媳妇不就生小孩了吗？啊，不你到时候肯定，你到时候肯定会生个儿子。不是，哦，还是不知道儿子。对啊。